战略 RPG 三国大乱斗中，武将被分为武力、敏捷以及智力等三种类型，玩家必须要好好培养他们，并且依照他们的所长来安排战斗阵型。而除了各自的技能之外，如果凑满了特殊组合，还能够使用缘分技能这种强大的招式哦。另外，游戏还设计了光环和装备等系统，如果满足特殊的条件，就能够更进一步强化团队的战斗力。喜欢三国题材的玩家不妨来尝试一下吧。青龙偃月掌。